小心。他们不落这里。不落这里吗？畏惧我的实力，是不是？有枪了，落地有枪。他们，我操，落落落落，妹子。你人呢，妹子？我楼上，哎，他在我楼上，我吐了。我在这里堵他，他却在我楼上。没事，打倒了。还有一个要我来。我的狗眼瞎掉了，妹子。还有一个不知道跑哪去了，应该在你这个一楼吧。我一楼有一个，但是听起来像人间。楼顶，楼顶，楼顶，好像在楼顶，这拳击馆顶上。他在顶上跳呢。听到一个脚步声。要我来。对对。他在这里，要我来。啊，在这里。打倒了。强不强？嗯，强。我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强者，妹子。妹子，你这个有那个啥吗？你有那个全自动步枪吗？有的话给我。有人来了。你给你。手感来了呀，这是。哎呦，他喵的！你没了。还有一个妹子，要我来，妹子不用动手，你动手的话，我给你急眼啊，妹子。可是他打我，大残大残，要我来要我来，哎，我是真没办法，他要出来杀我了，妹子，他被我打残了，这个，我操，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。你这个坏女人，你不能这样子的呀！这里有人，要我来，妹子。我想打他，他上楼顶了，我可以打他吗？我好想打他呀！我打，我打，我打，我可以把他打死。我想杀人。死了，手感来了，我这是。这人都得死，看到没有，妹子，我这个认证的这个标志帅不帅？帅。你有这个手雷或者其他的这个步枪吗？给我一把。你不是有 SCAR 吗？声音怎么越来越小了？哎呦，我操，谁甩的雷，妹子？你甩的吗？不是我。不是你。声音又小了吗？对啊，你声音很小，跟个蚂蚁似的。有脚步啊。我想听一下你这性感的声音，这都有点难呀。怎么会又响了呢？别动，别动，妹子，你不要动。这楼上有脚步，他动了，他在三楼。我过来把他杀了。看到没有，妹子？这个男人是真的强啊，你的老板，很强。你有见过你的老板有这么强的吗？你看八个人头，这一把不杀个二十。我是没见过，我是没见过我的老板不让我打人的。你看到没有，这一场这个剩余人数还剩80几个，你的老板杀了整整八个人，强不强？我想问一下。OK， 十分之一就已经没了。你现在就相当于我是在陪，我是陪玩，你是老板，你在白嫖我，你知道吧，妹子？好厉害，好厉害。这么厉害的老板，你确定不来我周边刷几个？什么？说女孩子就应该穿的这种东西。穿哪种衣服啊？你在说什么？哎，这是不是你队友的衣服啊？什么呀？队友的衣服。你过来，让我欣赏一下，妹子，咱们这个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让我欣赏一下。妈的 ，OK， 很好看。是吗？哎，又有人。我操了，这个人机，他是人机。有车来了，有车来了。我知道。他没了，他如果还敢开车的话，哎呦，这个人他不动了吗？他不开车了。他是停在那个山坡背后了吗？应该是，应该是。妹子，你在这边打几枪，开几枪，往他那个山坡那边开几枪，妹子。
开几枪，开，打。我看到他了。你打，你打，你打，你直接打。中了一枪，还中了一枪。中了一枪是吧？我现在开车要他这个身后，嗯。细节的男人。哎，我操，断错。头上还有个人机啊。哎，他开车走了。我操，不是。啊。妹子。头上有个人机，头上有个人机，头上有个人机。我很伤心啊，我真的很伤心啊，妹子。我以为他要跑了。我太伤心了，妹子。就开了一下。你这是完全不信任你的老板啊，妹子，你这个，你太让我伤心了。我现在想砸蛋，自杀。都来了个人机补偿你了吗？嗯，补偿那我不要。嗯，你补偿你得来个肉偿呀，妹子。我发现的，我不要。你这样子就不会封我说某音你就会被封。会啊，这不能提其他平台的，还有你的平台不能提的，我跟你讲。因为一般情况下的话，提你的平台，首先我得接广告，但是没有妹子要我来，妹子啊，妹子啊，你怎么回事？好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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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哎呦，你干嘛？有人你竟然想抢，你这个妹子，嗯，跑进屋子里了。你这是什么歹心呢？你这是，嗯？他有点呆呆的，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不是人机，他跑了。你有没有锅？你有没有锅？给我锅，给我锅。没有。嗯，连锅你都没有。你这个女人，你不知道男人要护住自己的这个菊花吗？你就不能为我着想一下？菊花就不是菊花吗？女的，那 OK 吧。女孩子的话怎么说吧？男孩子不会对这个 OK 吧，妹子，我不说了。你不相信？嗯，怎么在那里、啊？谁知道、啊？背后要来人哦！背后刚才是有枪声吗？哦，有。那我来了。谢谢送来的啤酒啊！谢谢各位兄弟啊！谢谢谢谢各位。手感来了，各位，这二十杀太简单了。我感觉这把都能三四十杀，你信我？他有男人机，我该不该抢他的？不要，妹子，停住你的双手，妹子，不要动，停住你的双手，不要干任何事情。这人机在斗殴。走了。你为什么要唉声叹气的，妹子？这边有人，这边有人，还有人吧？有，还有人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这个人。妹子，别杀，别打。喂，你为什么这个收枪过来了？你是不是认识我？快手大主播是不是 ？OK， 你是不是认识我这个快手大主播 ？Hello， 这里还有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嗯。讲话。讲话。你怎么扔装备了 ？OK 吧。哦，有锅了。哦。也有 M76 了，拿 M76 了吧。什么东西那么重？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那么重啊？哦，我在背着子弹给你，免得待会要跟我要。我操，妹子，你好好贴心啊！你这个一点点吧，不要哭、哦。你突然的贴心让我感觉有点这个不简单呀、啊，妹子，你是不是有事情要求于我呀？这边有人。你是不是想要我给你好评？求你把这个人头给我杀一杀了！不要不要不要！我现在杀了16个，我跟你讲，现在场上还剩这个36个人头，我感觉我可以杀30个人。你给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这个我杀30个人，你给我发张照片怎么样？嗯，30个？那你不要我让的话，我就给你发。你放你妈的五香麻辣屁！哦，你又让我让人头给你。你又要杀30个，给你发照片。嗯，你这个人真的是坏的一批。那你使劲抢人头，我肯定是杀不到了呀。你使劲抢，主要是，对不对？我碰到了这个。有了，就是为了保护你嘛。我碰到20个，你至少能抢那个4、5个吧？嗯，这也，我也拿不到这个人头了呀，这主要是。没有抢你的，你没抢，帮一下你。哼，你这个人，
你看，你都说了，你带的那些妹都是躺的，这现在你躺着就行了，我有手感了，妹子。我不想躺呀。你躺着就行了，我手感来了，妹子。基本谁跟我对枪，谁都得死。你过来上车。上车。嗯。我现在很自信，极度自信，哪怕是来，我操！哎，妹子，这边前面有个人机人，前方有危险，他在炸尸，这是个真人妹子，这不是人机，需不需要帮忙？不是，他都倒了，妹子，需要什么帮忙？这个人在干嘛呀？好呆，我好想打他，你看到没有？前方有危险，进去了，标记了。我来，让我来，你声音大点声，妹子，你声音大点声。要不让我来吧 ？OK， 太大了，你这个麦都大了。嗯。哇！惨了，这不就没了吗？这是。手感，这就是手感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东西来着？我说我的麦为什么会小声啊？我都……哦，现在又可以了。但有时候确实会，是吧？嗯。哦，我刚刚把你的麦闭了一下，然后又开了一下。妹子，哎，这上面要我来，妹子，无论如何，不管多少人，让我来就行了。我来，我现在很自信，妹子，信我，信我。我来吗？妹子，在那边。嗯，走了，直死的，自信，嗯。这么强的男人，妹子会不会爱了？我怕你会爱上我，然后无法自拔呀！啊，一个不让我打的人。嗯，我觉得我会诱惑得住你啊，你会被我诱惑住，妹子。不行，我得这个醒一下我的鼻涕，这个鼻涕。哎，妹子，左边有车。妹子，让我来。哎，妹子，打了，把车打爆，完了。妹子，我信你。不是他补我干嘛？啊，我打两个。哦，你死了，没事，妹子。盐铁。这一波我的。